起床吧，宝贝们，起来了，宝贝。妈妈给换衣服了，喝奶吃饭了。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呦！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多吃一点啊。妈妈。不见的爸爸，好，那我们比赛开始。啊，你钓了一个 bluefish， 那妈妈钓一个。好，那小七看看小七的鱼叫什么名字？阿木，阿木，太棒了！那小七放在你这边。妈妈的鱼叫什么名字？这这是谁的名字？杰伦叔叔的名字啊。看你妈妈的小鱼叫什么名字？要乖乖钓鱼。小七也要乖乖钓鱼。那妈妈。小心哦，别碰倒了。慢慢的，慢慢的哟，慢慢的哟。然后你轻轻的把这个篮子的一推。往前推，哇，你轻一点，那再试一次好不好？你去画的是什么呀？是 swing 啊，那上头有没有做小朋友？那把小七画在上面吧。你来啦，我们今天加点糙米好不好？糙米是 brown rice。你帮妈妈端走吧，端到洗手间，端到水。慢点。谢谢小七。那你，妈妈再吃两个呀？那你帮妈妈拿过来吧。那你帮妈妈拿出来两个吧。哦，谢谢小七哦。要什么？妈妈把肉肉腌上就来陪你玩好吗？妈妈把肉肉腌上就来抱小七好吗？好了，是爸爸妈妈的了。嗯，自己吃自己的。我这里都放料酒了。上最后一次。上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啊！最后一次就要把鸡粉吃掉了。
你醒来呀？睡得好吗，宝贝？喝点水睡吧。是 Coco and water。哦，是 Coco and water。妈妈给你加了一点点的水里，这样你就能多喝点水了，对吧？起来吧，我们下去吃酸奶。想要吃酸奶吗？吃酸奶看电视。走吧。黑莓。对，有黑莓，还有腰果，还有椰子片片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妈妈比你多了一个饼干，这个饼干你吃不了的，是巧克力的饼干。妈妈可以吃。妈妈可以吃，对的。吃到椰子片了吗？吃到了。这在那你陪下去吃黑莓。妈妈菜。这就怎么涂防晒？现在好热呀，不想去了。想出去玩吗？那走吧。爸爸在家上班呢，妈妈带你出来玩，太热了，我们就玩一会儿就回去，好不好？吃吧。爸爸就骑吧。玩游戏。玩游戏不可以，你可以跟爸爸去骑车，妈妈收拾一下去找你们啊。抱着兔子，妈妈去关灯了，好吗？你坐着不动，妈妈去关灯 ，OK？ 好吗？不行。可以。妈妈去关灯了啊，那你躺好。晚安。晚安。